近日，李湘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小视频，向大家展示她最近新买的某名牌墨镜。身穿黑色旗袍的她，搭配墨镜上的珍珠项链，显得雍容华贵。网友表示：“好像老佛爷啊！”最近，李湘也是和家人一同现身日本。照片中，李湘、王岳伦还有王诗龄推着行李箱。王诗龄的身高也是高了不少，装扮也是相当的潮流。长大之后，想必也是很好看吧。